同学们好，大家好。我们进行第九讲，四头的书写。那么四头呢，是汉字的书写当中是属于纵向安排，就是纵向安排先写的部分，先写的这一部分。那么先写的部分呢，它是对全字起着一个统领的作用，就它写的好坏，写的重心放在什么位置，那么下面的部分就要做被动的安排。那么下面咱们就单个的字头然后讲解来体验一下，那么颜真卿他怎么来处理这一部分偏旁的书写。好，咱们首先看草字头还有竹字头。好，咱们首先看草字头。那么这样的字头是属于中间分开向两边，但是两边的形体又相近。那么这样的呢，在书写的过程当中，首先要注意它的重心的位置。那么这就是下面的字的书写的一个重心。好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一，要找准重心，就是说它中间的空堂处就是它的重心。那么找准重心之后，因为它是两部分相同，那么写的时候呢，如果我都写成一样的，它就显得很呆板，啊，没有趣味。所以要注意左右两部分书写的变化。你想草字头的鹰，它左侧的这个呢向左上倾斜，然后横画右侧直接出锋，不做收笔，而右侧的这一部分呢向左下来写，写成个撇，这边是个短竖，它这个写成个短撇，然后这个短横就是顺锋起笔，右侧顿笔，正好与左侧这个相反啊。那么它这样就起到了一个变化的作用。那么我先把草字头写一下，短竖，短横，再接着一个短横，一个竖撇，啊，这就草字头的写法，啊，鹰这个字，大家注意，短竖，横折，笔断一连，长横，最宽阔，竖撇，一个点。鹰，大家看草字头与长横哪一个宽阔？长横宽阔，草字头要窄，要写窄啊！而且它所占的这个空间呢，你看在整个字当中，它占的空间大还是小呢？它占的要小，因为这个字头笔画少，它偏扁，所以它占的空间只占到整个字的不能超过三分之一，这个方格不能超过三分之一，那么下面的部分占的要大一些啊。那么竹字头同样的是这一个情况，好，短撇短横，那么这个点的位置大家要注意，要把短横与短撇所切分出的这个空间做一个等分，在中间，你点完这个点之后，左右两个空间大致相等，啊，然后把右侧的这个变成撇横，然后这个点变成撇点，这样就既统一又有变化。中间的空档处是重心，你看“等”这个字。短横，中间竖画写重，长横比第二个长横稍微短一些，竖钩，
稍微向回弯到中心处，挑出去。好了，那么咱看下一类，宝盖头。好，咱们先看宝盖头的写法。上点要倾斜，左边的这个点是变为竖点，同竖法跟竖的写法一样，起笔写下来，写一个短竖。它的横画都写的比较瘦紧，然后顿笔做点法，顿笔之后把笔提起来，回到这个起笔处，挑出来。那么颜真卿在写的时候啊，他还有这样一种写法，就直接一提一顿，直接向回拉，直接向回拉，去掉向下顿的这个动作。这是他的横钩的两种写法啊，都可以啊，这两种写法都可以。还有的呢，是他到这顿完了之后不动，毛笔不向下走。直接在原位儿挑出来。好，咱们看"加"这个字，"加"这个字比较难写。好，上点、左侧、竖点、横钩，顿笔直接回收。大家注意，凡是"宝"的个儿，它里边所含的这些部分，它所包含的这部分，它的起笔处一定不要贴到上边去。就是说，左点所做的这个竖点的最末沿，这就是下面所含部分的上限，就是它这条线，这就是下面所含部分的上限。好，加字那么从这儿起笔，横撇撇过来，用笔锋写，很受劲。弯钩前边做弯式，一路弯下来，离开中心线。这个得挑出去，挑出去。大家看，它离开了中心线，然后一撇，稍微粗重一些，第二个撇稍微短一些。好，这个短撇，它离开，不靠在钩背上，然后捺写重，捺写的短而有力。这个加它写完了之后，它就有向左的一个动势，向这边的一个动势，哎，向这边一个动势。那么，咱们接着来看与宝盖头相近的一些凸宝盖。那么它这个字呢，整个的下部，它所包含的部分也是以横钩的中心作为这个字的中心。你比如说，字帖上有"君"这个字，你像。君的这个车字的中竖就要写在这条线上。前面咱们说过，这个宝盖头呢，左点下沿所拉过来的这个水平线，那么是下面它所含部分的一个上限。那么但是凸宝盖呢，它就打破了这个规定，可以写到上面去。你比如说，车字的短横，它就写在上面，左竖。收起来，横画轻一些，顿折，这个顿折的动作要小，短横，接笔写过来，好，跟上面宝盖头的宽度差不多，写一个长横，顿笔收回来，你看，长横的。这个宽度跟上面宝盖头的宽度啊，这个凸宝盖的宽度差不多，然后对准中线，
写选真书。这是军的写法。我这个书画写的稍微长了一点，再写一个。好，横勾，顿笔过来，短竖，横画清，顿折，短横，好，封住，然后长横宽度跟它差不多。好，竖画，写在中心线上，它露出来的向下稍微短一些，不要太长啊。那么这个稍微长了一点，大家看。那么掩体在向下拉的中竖，那么它当它处在最底部的时候啊，颜真卿都把它写得很短，那么形成一个什么样子呢？形成就上整个字上边的头大，头大，下边的身子小，这样呢，它有一个跟小孩似的，小孩就是这个头大身子小，哎，他感觉很顽皮，啊，有一种拙朴的意味。咱们再看，那么有撇捺的字头的书写。咱们首先看人字头，人字头呢，颜真卿在处理的时候啊，他并不是把人字头写得非常的宽阔。他反而是把撇写成直撇，把捺写成直捺，写成直捺呢，有时候这个捺呢，带有一定的弧度，就是他在上部的时候，他故意的让这个撇捺不向外伸展，哎，显得有意犹未尽的这个感觉，要写出笔短意长的意味，这样显得很拙很厚。大家看"涉"这个字，这个它也有一个倾斜度，但这个倾斜度不是很大。那么，被它所包含的部分要稍微的越过它的这个起口线。那第一个短横写在这儿，但是不能太向上推。第二个要写在这个起口线的外边。好，竖画写的重。然后左竖，由左上向右下斜过来，横画留空，顿折，斜过来。大家看，我这个口字写的稍微有点窄了，所以显得它撇捺伸展了啊。哎，你看它整个撇捺的这个所笼盖的、所盖住的下部的部分，不到二分之一，这个要少一些，下边要大一些，上边要稍微小一些，那么这是颜真卿的特点。好，咱们再看凤字头，就是说撇捺在中间的。撇捺在中间的，横画，第二个横画向上倾斜，它有一个斜度，第三一个写的长一些，使这三个横画不雷同，然后竖撇稍微的出个头，向左下撇出缝，那越过第三个横画。从第二个横画起笔，然后向下一路下来，出锋。那么这个字呢，大家看最宽阔的部分是撇捺。那么横画，因为它要放出来横画，所以它上面的横画就不能写长。所以你想，这个字撇捺是主笔，撇捺是主笔。那么像这个横画，它就是属于副笔，所以大家不要把它。写的跟主笔一样。好，你像"凤"这个字，因为它撇捺伸展开了，那么它所包含的下边的部分就要多，所以一个短横，再一个短横，大家看这两个短横都在它这个起口线以内，都在起口线以内，你看我画这个起口线，是不是都在里边了？那么跟刚才的"涉"这个字就完全不一样，你看。设这个字只有一个横画在里边，另一个横画在外边，这就可以看出来它伸展的程度。好，然后中间中竖悬针竖，这个向下拉的时候出尖儿，但是不要太长，
好，咱们再看一类字形偏小的字头。字帖上的"虫"这个字，是吧？中竖写得很重，然后他把横画向左伸展。你看整个字，如果咱们画一个外框来看的话，大家看，哎，它完全成一个扁的长方形。这就是说，在字的不同位置，它的形体所产生的一些变化。好，咱们写一下看看，中竖写的短促而有力，左侧的这个竖画也是变成个竖点，然后横画写的很细，用笔锋来写。右侧这个稍微离开一下，啊，那么这样它就压扁了，啊，压扁了，成为一个字头。那么山字的中竖向下引的垂线，好，下面这部分也都要以此作为中心来进行对称的安排，大家看点，中间的点是圆点，左侧竖点，横画，用笔锋来写，它这个提起来了，断开了，然后顿笔写一个，等于写一个短撇，哎，看起来是个勾啊，好，短横，长一点。稍微重一些，然后这个弯钩、竖钩还是在这个中心线上，左侧点小，右侧点大而重，重啊。那么上边这个山字，我这个写的稍微有点宽了啊，它应该这个宝盖头应该是最宽阔的。这是山字头。那么还有一个八字头，比这个好像更小一些。咱们来看一下，左边一个点，右边呢，是一个短撇，短撇两个点，那么就是八这个字的字头啊。咱首先看，你想地这个字，八字头，它中间的这个空当就是本部位的中心，下面的部分就要以此为周线来进行安排。好，横画细，折钝。横画又细，用笔锋来写提笔。好，短竖，横折，笔断一连，提笔下来，出钩。好，中竖，中间稍微提一提，收笔。撇写得很轻巧，用笔锋写出来。大家看这个字在写的时候要注意这两个横折，这个横折折是吧？它切分出来的这三个空间要大致相等，这个字就好看了。并第一个点顿，顿了做圆点之后向左带出，回收的时候向左带出去，然后右边这个点直接收住。好，短横，那么它这个呢，中心线也是在中间，也是在中间。好，把横画向左伸，向左伸，右侧的稍微短一些，啊，竖撇探上去，竖撇，然后悬针竖稍微提一提，顿笔后稍微提，再往下按，写下来。因为它这一个点向下一带，所以那么如果下边没有笔画呼应的话，它就会显得很突兀，所以它把横画使劲向左探，探过来。那么这样的话，点最末端还没有这个长横宽阔，因为这个字最宽阔的是长横，所以它也有放有收，那么这个字感觉就舒服了。半包围式的字头的书写，半包围式的字头啊，你比如说广字头，实际上是两面包围，那么它处于字的左上部，
那么下面部分为它所含啊。那么这一类字头呢，还有一个名称叫做悬崖式字头。从结构形式上来看，为什么称它为悬崖式呢？大家看，它两面有内容，中间这一部分是空的，好像个悬崖似的啊，所以称它为悬崖式字头。那么这类字头在写的时候，大家要注意，它的中心线就不是在中间，它要在中间稍微偏右一点，啊，因为它下面的部分，下面要所含的部分要稍微的向外推一推，稍微向外推一推，啊，不能够放到里边去，啊，你比如说，你如果写到里边去了，那么这个字就写坏了，啊，要稍微的向外推，所以它的中心线要向外，那么这是正中间，它要在正中间的这个基础之上。向右推一推，啊，好，咱们可以看一个字，你看"广"字头的"度"这个字，上点短横，斜撇，撇过来，啊，又一个短横，大家看。点与横画这个交点在中间稍微偏右，然后下面的部分以此为中心来做安排。好，横撇做曲曲状，撇过来，然后写捺。那么写完这个字呢，它中间所含的部分，如果咱们做一个外框的话，左侧咱们做一条线，右侧咱们做一条线，底部咱们做一条线，做完了之后呢，咱们一看，整个字的外框是成一个梯形的样子，而且接近于等腰梯形的样子。那么这也是悬崖式字头在写的时候要注意一个特点，就是它里边所含的部分写完了之后。要能够撑得起这个架构，这就好像咱大门的门厅一样，要撑上两根柱子，大门的这个门厅啊，探出去这块门厅才能够支撑住啊。好，那么这是这一类字头书写的一个通常的规则，一个要撑起架构，第二大致成梯形，当然这个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只是一个大致的状况。好。咱们看，狮字头，狮字头的这个结构形式跟这个也是一样的啊。那么它上面的部分不要写的过宽，就是说这两个横画这个框式结构要写成扁扁一点，但是不能写长，你不能把这个外框写成这样的宽度，那么这样下边的部分就没法安排了。下边部分你对哪安排呢？对这安排，它左部留空，是吧？对里边安排，它也不合适啊。所以悬崖式字头上面的部分要写的窄，不要写的宽。横折折过来，短横，竖撇。好，里边的部分。要与它构成大致的一个梯形的样子，啊，横画写得很清，竖撇，这是中心线，口字竖画，轻一些，折过来，口字写得扁一点，啊，那么这样写完了之后，咱们看切分的这几个空间。这几个空间还是大致相似的啊，大致相似的，这个字排起来就好看了。这是字头的书写，那么咱们通过对字头书写的这个讲解，大家可以体会到了，哎，字头在书写的时候，它属于先写的部分，
它对整个字起一个统领的作用。那么下面的部分呢，就要以此来作为一个主线来进行这个合理的搭配和安排啊。所以写好字头对于写好上下结构的字啊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好了，那么这一讲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